我做社会新闻那是我的工作，对事不对人。回廊，回廊，我爱你。我不想让任何人再看到你跟我在一起。对不起。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？ 就是不想让做和要做做这儿这两句是关键词。我让你解释那个老人让个座。要坐坐这儿，不让坐这事儿肯定能成为热点。一个漂亮的姑娘遇上那么一事儿，结果她的名字、她的手机号、她的工作单位，通通都被晒到了网上。敢挑起我！ 你看我怎么捏死！放箭！你听见没有？我要用这些去救一个人的命，这是我的失败。你信不信我？我不是回答过你吗？别搅和，我问你，唐小华是谁？我不可能让他死。